好了，同学们啊，看同学们都开始进来了。今天晚上呢，我们是上这个还是上下节课啊，字底的写法。今天是第三节课，是最后一节课了。从下一节课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左右结构的一个写法了。这个背景音乐啊，是叫做这个落雨听蝉啊，落雪听蝉啊，乌娜的落雪听蝉。那我们这节课呢？也在群里看到同学们有在好奇这个小年啊，今天呢是小年，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小年好不好？这个小年啊，同学们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这是每一个地方呢，它一个各地的习俗啊都是不一样的。那由于各地的风俗啊，被称为小年的日子也是不相同的。这个小年啊期间，主要是这个民俗的这个活动啊，有一个扫尘，还有一个祭灶。扫尘和祭灶，同学们应该都知道吧？祭灶就是祭奠，就是祭拜那个灶王爷。然后这个扫尘啊，就是我们年前的这个大扫除啊，年前大扫除。这个祭灶啊，在商周的时候呢，就已经存在了，是国家的一个五祀之一。那是一这个灶神啊，是玉帝的特派员。那他呢，常住在每家每户，不仅管着一家人的这个饮食之事啊，还管着他们的一些言行。然后到腊月23的这天呢，这个灶神啊就要上天跟他的领导，就是天帝，汇报他的一个工作。为了不让他乱说话，人们就给他吃糖瓜。那这个糖瓜，对不对？同学们应该都知道这个糖瓜是什么东西。那灶王爷啊。知道吃人嘴短，对不对？有一句话是说这样说的：“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嘛，对不对？”所以说，以上天言好事儿，就是专门捡好听的这个说，对，就是灶君。那这个扫尘啊，就是年前的这个大扫除啊，就是中国民间一个传统的习俗，主要是以旧除新。扫尘就是那个年终大扫除，南方那边啊就称扫屋，那北方呢就是扫尘，就是把一切穷运呀、什么晦气啊，通通的扫出门来迎接新年，就是寄托了这个中华民族啊一种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一个美好愿望，那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民间传统上的这个小年是腊月24，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啊依然保持着这一传统，从清朝后期开始，帝王家。就开始在这个腊月23举行祭天大典。那为了节省这个开支啊，为了省钱，顺便把灶王爷也给拜了。因此啊，这个习俗在北方逐渐就被效仿，提前一天在腊月23过小年。那这个小年啊，就是不同的日期，北方腊月23，南方呢是腊月24。这个江浙沪一带啊，把这个腊月24和除夕前的那一天啊。都称作为小年，这个南京那边还有一个说法，把正月15元宵节又称为小年。那这个云南部分呢，这小年日期啊又是正月16，所以说西南和北方这个部分地区呢，又称小年为除夕。这个汉代那会儿啊，小年还叫小岁。那还要看到那个绿洲同学在群里说，那个你们是正月初7对不对？正月初7是小年，所以说各地的一个习俗呢都是不一样的，像北方就是吃饺子啊，对不对？那南方呢，他就吃个年糕啊，什么什么的啊。南方的话，大多是以甜食为主，然后我们北方就是饺子，对不对？就是饺子。同学们爱不爱吃饺子？肯定都爱吃。北方的同学是不是？那好了，那我们这个小年啊，就是给同学们说一下，既然有问的，那咱们就说。那好，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课程啊。咱们张是贵姓，张可是大姓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这个四点底、木字底，还有一个绞丝底。那这个绞丝底啊，跟我们绞丝旁呢是略微的有些相像的，它的下半部分只是一个竖钩，还有一个撇点儿啊，一个撇点儿。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偏旁部首啊，这三张图，还有张天师。这个其实小年还有这些季节呢，这些节日啊。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含义，就是有兴趣的同学啊，我们在课下的时候呢，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现在先来听课，好不好，同学们？我们先来认真的听课啊。看来今天晚上在线的人数，老师这边显示34啊，同学也都不是很多，估计是都去过小年了。那好，我们就要来开始上课了啊，一定要认真去听这节课的这个四点底和这个绞丝底啊，还是略微有些难度的。静瑜同学啊，晚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四点底啊，那它呢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一条中直线上。那老师来把它画一下，看一下，稳稳的就跟糖葫芦一样，把它给穿起来了，对不对？那穿起来之后，但是呢，
再把它撤掉，它的四个点提起来的这个点画呢，全都不一个方向。那这个呢，稍微靠上一些，这个呢偏平一些，这个又是靠上，那这个最后一点给顿下去，而且它们的大小又不统一，前三点是由大到小逐渐排下，最后一点咔，给它点下去啊，给它收住啊，刹住车。那这个四点点，我们写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它们四个点之间的一个间距，这四个点有弧度，其实它们就是一个点画，然后一切，然后想它给提起来。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木字底。那这个木字底就是两点儿，把这个撇捺画成了两点儿。看一下这两点儿呢，左右几乎是对称的，就是左右这个间距啊几乎是对称的。看一下这个空间部分，那老师再把它圈一下，就是这个空间几乎是匀称的。然后写这个横画的时候，前长后短当然呢也是根据这个字啊来决定它这个倾斜角度以及它的横画到底该有多长。像我们看到的那个案字啊。那个案件的案，那它呢下面这个木字底啊就非常的短，这个横画主要是它上面有个安，安全的安，它本来就一个长横了，那下面它再长的话，两个不就冲突了吗？对不对？一定要避开啊！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不要把那两个横啊给它写平均了，写的一样长短，这样的话整体啊就不协调了。然后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绞丝底，这个绞丝底啊写的时候啊，这个绞丝底有没有看得有些眼熟呢？就是我们在学习那个悬啊，一点一横。就是玄宗墨的那个玄，那个字啊，下半部分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收紧，毕竟它只是作为一个偏旁部首，那它呢还是位居下方，所以说上半部分的字肯定是非常的宽，它有它在的这个字绝对是上宽下紧这样的一个结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偏细的，还有居位于下，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但凡带这种偏旁的。它上半部分肯定要略微的宽一些。那好了，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节课要学习的这六个字。那首先呢是两个四点底的字啊，赵字跟然字。这个赵字啊看起来还是比较四平八稳的啊，比较偏正方形。但是这个然字看一下，这四个点画全部都向左挪过来了。但是上半部分这个大字呢，这个犬啊应该是犬，这个犬字这个捺画，哎给它凸出来了，正好补全了它这个地方。正好补全它这个地方的一个空位儿，给它重重的压下来。如果这个捺画写的过于短，那我就给你写这儿，我就写这儿了。那是不是整体全部都往这个左边去倾倒了，对不对？它没有一个重心给它稳住了，它那个重心并不只是靠这四个点画，而是这一笔捺画来稳定整个字的一个结构。所以说这个然字我们写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四个点。的一个位置，这个赵字下面这四个点呢，就是均匀分布在整个的一个下半边。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两个木字底啊，看一下这个架子，这个架子跟案子，看一下它上下两部分都是一个比较偏圆的，对不对？感觉像是一个半圆，整体呢这个字像一个圆形，把这些线啊稍微的曲画一下啊，是比较像圆形的。那看一下上半部分这个口啊，又是在这个立的下半边。但是整体还又是往右上方倾斜过去的，然后看一下下半部分这个木字底，那前长后短，前长是为什么？为了撑住立啊，那不然立的个头这么大，它前面不长的话，怎么撑得住呢？那后面这个口，那它比较小，后面这个横画就可以略微的稍短一些。但是注意这个竖画一定不要写长，如果这个竖画写长的话，整体这个重心啊就上移了，它这个字的重心呢是稳居正中间。左右两个点画呢，又把这个字的结构稳稳的驻扎在了这里，就像搭建帐篷一样啊，像搭帐篷一样稳稳的给它搭建在了这个格子里。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案字，这个案字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横画呢，两横一定把它这个长短呢给它区分开，而且在这个案字里面中间有些略微的模糊。那待会儿呢，老师会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姚梦起的这个版本呢，它这个版本相对于这个欧阳询的呢，是略微的有些偏平正了啊。待会儿给同学们稍微看一下，那这个凡字啊，其实也是有点略微的不清楚，但是这个地方呢，只是有一点点，但其实它的整体的一个结构呢，大体结构还是非常明显的。那它的下半部分一看就是比较偏长一些，看它的起点，老师在这个地方一个交接处啊，它在这个地方大概，然后我们在写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一个穿插避让的一个关系，一定要避开，到底该避哪儿？那我们在写字的时候就要给它注意到，
然后最后看一下上面这个子字，那这是紫色的紫。那我们在写的时候，上面这个此啊，这个竖这个斜勾啊，看起来有没有先直后弯？那上面这个这半边呢，是跟前三竖啊是平行等距的啊，平行等距。所以说我们在写的时候，首先注意的就是一个高低错落。那老师在这里再画一下，矮的中间再矮最高的，他们四个竖线全都是平行向右上方啊抬上去的。那最后这个斜勾呢，写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要太长啊，略微长一些，因为这个斜勾呢是整个上半部分的一个主笔，为了把前三竖给它稳住啊，向左边去倾倒的一个趋势呢给它稳住，斜勾加长，然后下半部分为了迎合它上半部分要给它撑起来往上顶起来，所以说下半部分也是略微的有些倾斜。那么再画一下，看一下它中轴线略有些倾斜，但是它的第一撇的这个起笔与竖钩它最低点还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就算它是倾斜的，但是上下绝对是首居中线，这个呢一定要记住。那好了，那我们就要转入这个实操界面啊，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这几个字。这个今天的镜头啊，老师也看起来略有些晃啊，同学们看着有没有晃得特别厉害，如果晃得特别厉害，老师就去叫一下这个技术老师啊，给稍微调整一下，有没有特别厉害晃的，可以给老师回复一下啊，有吗？还是找一下吧，晃得头晕，真的特别晃吗？确实晃，颤抖，确实略有一些晃啊。那老师叫一下啊，老师稍微叫一下这个技术老师，同学们稍微略等，略等一两分钟。不晃，那到底是晃还是不晃？关一下摄像头。好的，同学们稍微等啊。哎，好了。好了，现在还晃吗？现在不晃了吧？OK OK，好了，那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了啊，我们就要开始写字了。首先是今天的第一部分啊，这个四点底。我的是手机晃，其他同学呢？晃的人多不多啊？看着晃的人多不多？不是轻微地震吧？不会的啊，北京不可能地震的啊。绝对不会的。好了，我们不晃的话，我们就要来开始上课了啊，来开始讲字了。那今天呢，先学的第一个就是四点底。我的手机也不晃，行，不晃就可以。我们要开始讲课了。那首先看一下赵字的一个四点底。那刚才呢，老师选的这个四点底啊，就是赵字的四点底。那它的大小各不相同，并且它的上扬这个出尖的这个角度呢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老师啊，现在把这个四点底啊给同学们写一遍啊，同学们仔细的去观察，那他们那个空间距离啊也是不同的。它这个点画，还要注意它的一个上扬的一个倾斜角度。那最后一点跟第三点中间距离呢，还得要稍微近一些。那前三点中间距离呢，可以偏远一点。那首先它们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并且是向右上方啊倾斜过去，一定不要把它写的平行啊平行在这个纸里面。还需要注意，它呢这个点画写的时候，写这个点画的时候是先向下一顿，就像写左点一样。断了之后，再向右边一切，然后调锋向上，出尖儿。
老师写大一点啊。尖入到这儿，然后切笔，然后向上挑出啊，向上挑出来的。它这个点呢，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而且写这四个点啊，本身呢，它笔画又小，对不对？笔画又小，那在那个九成宫的圆杯里啊，它可能就只有这么点儿。所以说，写这四个点画的时候呢，写的速度啊还是比较快一些的。但是它还是需要注意一个变化，由大啊到小，最后那一点给它压住前三个特别调皮的一个上扬的一个角啊，上扬的这个出尖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写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它们的一个变化。那四点一个比一个小，那一个比一个向上扬起，还需要注意它们的就是一个角度一定是朝右上方。所以说在写这个罩子的时候呢，当然上半部分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啊，也是非常的重要。而且上半部分整体是一个向右上方哎给它翘起来的，那下半部分呢同样的是上右上方，但是它确实是由小变大，它是一个这样的结构哦，看不见了啊，是一个这样的结构。所以说整体稳固重心的是最后这一点啊，这一点笔画给它压下来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然字的四个点，这个然字的四点呢，要相对来说这个罩子要稍微的好一些，前三点呢看起来几乎是一样大小的，但是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啊，还是需要注意，老师在这下面呢画了几个竖线，那画了几个竖线，就这个横线就是表示了它们的一个高低错落，那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那我们再来写一下这个然字的四点底。老师最后点看着像平切尖，第一个点是菱形的，对的呀，只不过它是因为风化的原因看起来不太像啊，看起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七公的同学风化的比较严重，其实它就是写的时候切断向上提起是有尖的，第一点感觉没有挑出去了，风化的原因，时间太久了。你想想，我们笔毛笔是尖的，那如果没有挑出去的话，对不对？那我们没有挑出去下来再切一笔，那毛笔再这样出去吗？看一下，完全不像嘛，对不对？切过来就向上一挑，非常自然的给它挑出去。当然这个尖啊不可以过大，它这个出尖的一个角度呢，点切向上提一定要小，不要高于这个，不要跟这个尖呢一样大。第一个点不是菱形的吗？不是呀，不是菱形的呀，它中间有个凹口呀，因为把这个点画这个尖呢给它挑出去了，那给它挑出去了。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说啊，说一下这个然字的这个四点底啊，这四个小点。这然字的这四个小点呢，首先第一点它是没有一个出尖的一个，它上是直接顿下来一收，然后顿切出尖儿，看一下。然后第二个它是一个略微要躺倒的感觉，那最后又是一点顿，不懂哪里不懂，是这个点画吗？还是在纠结第一个点画吗？七公的同学，这个第一个点画呀，我们来看一下，它就是一个尖的过来，同学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啊，都是这样的形态，但是呢它是因为风化的原因，看一下这个字里面，对不对？这个地方是风化的，总可以看出来吧，对不对？那但是呢它风化归风化，它四个点全都是连着给它挑起来的，那它挑的时候它连接到下一笔，它能不出尖吗？对不对？它能不出尖吗？你自己写的时候挑起来，下一笔连带着就想带过去，再出尖，再连带带过去，再出尖，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的这一笔呢，只是因为风化的原因，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菱形，那真正就是一个菱形。那我们在写这个菱形的时候切断再收，那也只是一个左点形状，那除非给它描出来，对不对？那除非给它描出来，描成一个菱形的形状，那才能写出来。这个呢是不符合常规书写的，菱形这种笔画呢是不符合常规书写的，在常规里是没有这种变化的，
那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说同学们一定不要被误导。对，比翼连带写出来的啊，一定要分清楚。那这个照这个然字啊，一看它就是一点，一看它就是一点，轻轻的向下这么一顿出来的，直接向下轻轻的一点一收，那这一个点是不是这才是一个瓜子状的点？那跟这个照字的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照字完全就看的像是一个菱形。为什么菱形？分化的原因，这个勾出不来了。那同学们懂了吗？啊，同学们知道了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师再用这个红色的毛笔啊，我们再把这两个字的这个四个点啊，再来一起写一下。光写点画呢，还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首先呢是写这个照字，四个点。那首先呢下来切向上一提，去找另一第二个切顿提，第三个啊由大变小，逐渐变小，最后顿收。那这是这个点。然后第二点是这个然字的点。写这个然字的时候啊，还是需要注意下面这几个点画呢。首先第一点，一定要跟照区分开，它只是一个向下顿笔啊，向下顿笔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二点提，第三点要躺倒了，那第四点又是一顿啊，像一个瓜子状。所以说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啊，这些小细节呢也要注意到位。那它呢都是经过一个合理的安排过的，并不是说随便的随便一点，那全都是向上挑挑挑挑，对不对？那这样的话还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就要来把这两个字呢来一起书写一下。这两个字上半部分啊，都是左右结构的字，所以说我们在写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结构问题。这个结构啊，我们从这个笔画的后学笔画后半部分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接触了。所以说我们再去书写的时候啊，也是说了很多需要注意的一个点。首先我们来把这个照字写一下，那上半部分呢是占据了整体的大约六分之五吧，差不多，最后只留了一小点啊，给这个点给留了个位置。那首先是这边的这个日，左收啊右放啊，左边要紧一些，右边呢要稍微宽一些。看一下竖画带弧线，在这个地方切笔向上提，由中到轻切，竖画由中到轻，里面有个提笔的过程，向下收为一个垂露竖，横画向下走，横画变为提，向上提是为了找这一撇，那向上提是为了找这一撇，然后横折啊，这两笔都不要太长，然后下面的口横折啊，由中到轻，一定要切得干净利索。那最后横，那这个呢就是整体一个上半部分，它的左右结构呢分的中间的空间呢是略微的有些大的，而且这半边上下中间空间也是比较偏大一些的。然后最后四点底，第一点提，第二点啊由大到小慢慢的给它压下来，最后一点收。那这个照字啊，我们就把它给书写完了。下面这四点呢，整体这个字啊是一个正梯形，不要小看这四个点，它却能改变整个上半部分的一个宽度。本来不看四个点，上半部分已经是非常的宽了，加了四个点之后竟然会更宽。是什么让它更宽？就是它的一个空间距离啊，就是它的一个空间距离。所以说这四个点一定不要把它写小气了，一定要把它大胆的给它写开啊，四散开。还要注意它们的一个角度问题，看一下第一个点儿，它们是一个呈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虽然说第一点是向上挑起来的，那我们之前在写这个无所谓的无的时候也已经接触过四点底了，对不对？当时已经接触过四点底了，但是那个四点底呢全部都是像八爪鱼一样，全部都是尖入，然后四个方向
对不对？那在这里面呢，它却有个挑化啊，往上挑出来的感觉。因为它这里面还包括了这个笔，也是向上去挑，去找这一追寻这一短撇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先把这上半部分啊，来给细分的讲解一下。那首先呢是这个日，这个日啊，一定要写的稍微瘦一些，跟右边呢一定要区分开，而且左右空间距离呢一定不要写的过于近。那在这里啊，老师要求不要过于近，为什么？写的过于近的话，四点底再加宽，那上窄下宽太过于明显，然后这个字形呢也是不太方正。那上半部分整体看一下，是一个比较偏正方形的一个结构。看一下，对不对？是一个比较偏正方形的结构，就算加上四点底，也没有把整体的字形呢给它拉长多少。这个四点底啊，就像是哪吒踩了风火轮一样，那就像汽车有了轮子一样，然后我们再开始往前跑，对不对？而且它这四个点呢，又非常的有动态，所以说跟真的就像是车轮子啊在转一样，带着上面这个日和这个一刀一口啊跑了，对不对？我们先把上半部分啊来书写一下。那首先是这个日啊，切笔，注意竖画是往里收，有个腰线，有个曲线。然后这个横画起笔部分就是这个竖画的切笔，一切再向上由中到轻提起来，不要过于太长。然后切，直接切啊，没有向上提笔的过程。切笔之后又是由重到轻提起来，再向下去加重，收为一个圆收。垂落竖，横画向下，短横变为提画向上，它们俩呢是一个呼应关系啊，一个向下走，那一个向上走，两个呢是一个交叉的啊交叉方向。那这个日啊一定要瘦，对，还有一点就是要瘦，首先是两横的交叉方向，其次呢就是一个瘦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写一下右半部分。右半部分呢，第一撇，那切笔，同样的切笔，哎，给它带过来，注意它的一个弧线呢，弧度还是非常大的。然后从它的一个撇画的正中间起横切带过来，然后下面这个口啊，起笔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它的欧阳询那个竖画起笔，特别是这种带口的、带框的起笔都是如此。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啊，就一定要有意识的、下意识的，只要写到口了，哦，我记得是一个尖入，哎，向下带过来，然后切，由重到轻，最后一短横，注意前竖还是要略微的长出来一点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上半部分是一个方的，略微扁，下半部分呢又是一个方的，又略微扁，上下两部分这个宽度是均等的，啊，是均等的，一定要不要把上半部分或者写的太长，或者下半部分呢又写的太长。那它上下两部分呢，既然都是各占二分之一，所以说我们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呢，就要有意识的去控制它这个口字的一个空间和上半部分撇横折是里面的一个空间，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字啊，这个左右两部分结合起来一起书写一下，那就先写上面的这两部分，那竖画、横、切，中间的提笔过程，竖，它们俩的对比还是非常的大，一个带弧度啊，一个是笔直的，横、提，然后这半边呢，一定要记住，比日的头顶还要高出来一块，那还要高出来一块，切笔之后带过来，注意它收尖的方向是朝向横画这个部位，啊，朝向横画的这个部位，然后横向上倾斜，折，竖画的起笔是撇画的一个收尾的正下方。那这些角度啊，老师都跟你们说清楚，我们在写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到。当然了，同学们现在的这个结构啊，把握的也是越来越标准啊，老师看你们的作业的时候啊，都是特别开心的。看到你们学的这么好啊，老师非常的欣慰啊，非常开心。那在写这个字的中
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啊，上面部分中间的这个空间呢，一定要给它预留出来，不要把它写的特别的紧密。那他们俩呢，就像是闹了小矛盾的夫妻一样，哎，我背对着你，你背对着我，我不想理你，你也别理我，就是这个意思。那下面这个四点底呢，又是他们在所在的一个家啊，所在的一个家。那既然在同一个家里，对不对？两夫妻俩，就是稍微的谁先认个错，那不就和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写这个造字的时候啊，就稍微的注意一下，中间的空间呢，略微的，哎，有这么一点点小距离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罩子啊，里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上半部分呢，左低右高啊，之前在这个课堂笔记里啊，也跟同学们说过了。首先注意第一点，上半部分左低右高，这是首要注意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要注意这个四点底啊。一定要对准它们上半部分到底是在哪个位置去下笔。那第一点，它的起笔位置是超出了日；那第二点呢，它是在这个竖画的下边偏右一点；第三点是在这个口字的竖画下面偏右一点。最后这一重点呢，它的笔尖下笔方向是横折这个竖画与这个横画中间的一个交接处。他们那个朝向一个方向啊，就跟我们写无字一样，上半边都是对着那四个竖画，所以说我们在写的时候，它上面绝对是有一个参照点啊，有一个参照物。注意四点位置，然后第三点还是上半部分左右的一个距离。好了，那这个呢，就是这个罩子啊，需要注意的这三部分，那我们就把这个罩子再完完整整的再来写一遍。碑刻有沧桑感，是的，毕竟也经过这么多年了。那当然的，它刚刻出来的时候肯定是特别的让人眼前一亮，他说哇，刻得这么好，写得这么好，对不对？那在时间一久，就像人啊上了年纪一样，像那种像男人，对不对？越老啊越有魅力，女人也是同样的。就是这个，随着这个知识啊，还有一个蕴含的这个力量啊，慢慢的逐渐增加，那人啊是越来越有品味啊，越来越有魅力的。就像我们写字一样，越写啊，我们是越好，越了解他们的一些故事呢，我们就能越了解这个碑帖。所以说我们在写字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为什么我们刚开始呢？是先了解这个碑帖，它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是因为什么去写的它。我们了解了他的这个心情之后呢，我们再去书写，就能体会到他当时书写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心情，还有一个他的一个环境，是否与我们现在一样，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写呢，首先呢，大多数人都是因为一个兴趣，首先是一个兴趣，对不对？兴趣使然嘛，兴趣在这儿了。那还有的人呢是爱好，还有人呢就是想去挖掘我们中国的这个古文化，所以说我们每个人他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追求点。那不管是什么样的追求点，既然我们都已经在现在这个直播间里了，对不对？那我们肯定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把字写好，对不对？首先的一个方向就是想把字写好，写首这个漂亮的一个毛笔字。那把字写好的同时呢，我们可能。那像今天小年，对不对？马上又要过年了，那写幅春联啊，是不是？那给自己写春联，也可以给朋友写春联。那这样的话，大家又可以坐在一起来讨论一下春联到底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什么由来呀，什么什么的，对不对？那日常生活里呢，又可以陶冶一下情操啊，倒杯茶，听个音乐，写写字，岂不乐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写字的时候啊，还是有非常多的乐趣的。它并不是一个枯燥的，反正老师觉得并不是枯燥的。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觉得啊？有没有觉得？但是既然同学们都已经选择了这个书法呢，肯定不觉得它枯燥。好了，那这个罩子啊，我们就把它完整的写完了。那我们就来写一下下面这个然字。那这个然啊，这个结构要比罩子呢要略微的有意思一些。这个罩子还是比较四平八稳的，
这个然字也是一个上松下紧啊，下紧是紧在四个点画，被完全的挤在了左下方。那老师先把这个然字来书写一遍啊，同学们仔细的去观察，上半部分、啊、这个竖画，这个大竖画变成了上长下短啊，一定要不要再写成我们写单个大字的时候的上，就是上下呢等长了。然比赵难写，是的，它略微的有些难度。那首先是这半边，左半边撇画，看一下它的一个方向角度，朝下方，横向上提，偏细一些，切笔由重到轻，再略微的倒重，看一下整个线条的一个笔画呢，都是朝左斜下方。啊，左斜下方没有45度角，都快接近90度了。看这个中间线，大约在一个70度左右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它写的弧度过于太大。啊，点题，老师，我的网线速了一会儿进一会儿出，见谅啊，没事啊，没有关系。然后来看右边的这个大啊，这个全，它的第一个这个横画呢是在这一撇的正中间，但是也是略有些距离，注意横画向上倾斜，虽然短，但是由轻到重也一定给它体现出来。然后竖撇起笔要高，中间提笔，哎，给它写出来，看一下它们两个这一笔和这一笔又是一个平行的关系。最后捺画一定要稍微长一些，舒展一些，收尾，最后切一短撇。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上半部分，然后再来写一下下面的四个点。因为这个捺画它长出来了，它的最低点呢要高于撇画，所以说它后半边部分就没有给下面这个四点呢预留位置，所以说没有办法，它只能被迫的挤在了左边。然后最后一点，看一下四个点画中间的空间，首先是等距的，对不对？首先是等距的，老师这个捺画有点阴没了，有点阴没了，但是它一定要加长。我们来画一下它这三笔的这个最低点。那首先看一下两撇向上走，我们一直向上走，看一下捺画整整的低出来了一大截，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捺画呢又给这四个点，就相当于这一部分就相当于第五点了，就相当于第五点，不然单靠这四个点怎么能撑起来整体的一个字形结构呢？对不对？它整体的一个重量完完全能向左边去倾倒了，本身这个角度就比较偏直，你要是稍微的再往左边平一些那还好，是不是？那整体的一个结构呢还可能能稳得住。那它既然这个角度已经这么小了，整体往左边倾倒了太厉害了，没办法，四个点支撑不住了，它只能借用这个捺画来稳住结构。所以说这个捺画还是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把握好它的一个长度啊，同学们。那我们先来把这个上半部分啊来分解一下。首先是上半部分的左边，那向西的这个字，首先这一短撇角度，然后它的一个撇横折撇向上提，切由重到轻提起来，再加重，收，中间一个提，那个按提按，这样的一个线条也一定要给它体现出来啊。先按，然后再提，然后再按笔，空间一定要给它打开，不要把这个横画写的过于的短。如果看一下我们写这个写的过于的短，切这半边就收的太紧了。那它的这个空间呢是打开的，整个这个然字啊空间都是非常的通透。那这个空间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左右两的中间空间又是一个距离比较偏远一些，然后最后这个大字下半部分，对不对？上半部分有那么长舒展，所以说我在写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字写的大气一些啊，大气凛然。老师好，怎么也登不上去才登上啊，没有关系啊，我们才讲到第二个字，没有关系。然后再写里面这个点，看一下点呢是在这个撇画的中间位置，中间靠下一点，
点，然后向外一挑，出尖儿。出尖儿是为了找下面这个切题啊，出尖儿是为了找下面的切题。写这个时候出尖儿，感觉带过来切，那题的时候呢，我又想回去找你啊，切，然后题又想回去找你。所以说我们在写这个点的时候啊，也要注意它的一个动感啊，动态一个连带感，一点一提。那这个呢，就是它完整的一个左半边的一个部分。再看一下右半边，右半边这个大呀，我们之前已经写过了啊，大字也写过了，它就是加了一点，变成了一个犬。那竖画呢，一定要长，由中到轻提起来，再劈下去，竖长撇短。那在这里面是竖长撇短，但是捺画啊，在这个交接处直直的由轻到重，最后给它把尖儿给它收出来啊。竖撇上长下短，捺画呢一定要舒展就可以了。最后再一短撇切笔一撇，那切笔一撇，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右半部分。那我们呢就来把整个的上半部分啊合起合体啊完整的来写一遍。整体一个上半部分，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首先切笔向下，注意它的一个角度向上走，横画呢要略微长一些，因为为了给它预留出空间，由重到轻提起来，再加重出。写这个撇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长短的问题，然后点提，然后右边犬字的这个横画在这个撇画的中间位置，注意它下笔的位置与撇画的一个距离，由轻到重竖画出撇。这个撇要比这个撇这个最低点要略高一些，然后最后捺画加长啊，出格了，然后一带，看一下它们中间那个空间又是非常的通透，点画是叫靠上一些，不要在它们两个的这个夹角处啊，它是略微靠上一些，然后也是一个左低右高，左收右放。那一旦牵扯到左右结构的字呢，它们的左收右放啊就会非常的多，特别是带撇捺画，还有就是一个横画。那在左右结构的字，横画在右半边啊，绝对是一个放的一个姿态。为什么要放？为了稳住结构啊。那我们之前也说过 ，O 体的一个结构大多数是向左下方去倾斜的，就是向左边取一个压倒性。那右边捺画加长，横画呢也要加长，那这两个呢是它非常稳定的一个规律啊，非常稳定的一个规律。那这个规律啊，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你在这里我们在讲结构的之后呢，在讲学结构的同时，我们就要给同学们啊灌输一个创作的意识，创作的意识。因为我们学完之后肯定要在日常中肯定会进行一个创作，想自己试一下我们学的这个书体，再去写一首诗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那在写诗的时候可能写出来写得好的同学呢，看一看，哎呀感觉自己学到东西了，那就没有学好的东西，没有学好的同学呢一看，那肯定特别的糟心。所以说在这里一定要给同学们灌输一下这个创作的意识，我们在写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好了，那我们就把这个然字啊来总结一下它的一些需要注意的点，然后再把这个字啊完整的书写一遍。那首先第一点，这个然字上半部分同样的左低右高，还要注意第二点，两个撇画啊近乎啊几乎是平行的，因为除开这个竖画，这个竖画呢它毕竟是一个笔直向下的，那它这边那个起笔呢是一个略微向右边去倒下去的，所以说它下半部分这两撇几乎是平行。然后最后第三点就是这个捺画一定要舒展啊，一定要舒展。那这个然字啊，我们也是总结了三个需要注意的点，把这三点注意到啊，这个然字啊写的绝对是非常的不错。那我们就把这个然字啊再来完整的书写一遍，同学们这会儿就可以拿起毛笔来跟老师一起啊一起来书写。
首先注意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撇画的一个角度，那铅笔向下带过来一定要轻而短，横折由重到轻慢慢的提起来，然后再向下去走，它的一个弧度呢并不是特别的大，点出尖切提，我去找你，你又回来找我，然后再横画由轻到重竖撇，两个撇画是平行的，并且它要略微短一些，它要略微的加长一点，然后最后一个捺画，捺画写的时候啊一定要直，一定要笔直啊，这个过程但凡有点弯曲它就曲解了 OT 它的一个原本的一个韵味儿。然后一点，注意这几个点画的一个空间，二点是穿扎在它们两个中间的一个空间里，那三点是在大字这个撇画啊，大字撇画的正下方，最后一点距离捺画非常的近，短撇啊，最后这一点啊，什么时候添都可以啊，看同学们，有的人啊就是写完整个字之后呢再添一下也可以，先写完这个大再添一下也是可以的，那老师啊两种方法啊经常都会用得到，所以说在写的时候反正是最后一笔都可以，最后一笔两个都是点画。那这个然啊我们就把它给完整的书写完了，还是需要注意左半部分，那左半部分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倾斜度，特别是撇画的一个倾斜度，那我们之前呢没有学过角度这么大的一个撇画，它的几乎啊已经靠近为竖撇了，几乎靠近竖撇了，所以在写的时候横画一定要向上提的略微的厉害一些，看一下它的角度是一个比较大一些的。那好了，那我们这个然字啊就把它给书写完了，那这个四点底啊我们就讲到这里，这四点底单写笔画还是简单的，但是加上上半边呢都是左右结构的啊，同学们一定要观察仔细之后再去下笔啊，再去书写，让出空间，对的。好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木字底。这个木字底啊，这个架字啊又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字，但是这个案字是略微的有些难度了。老师先把这个架字啊来写一遍，这个架子啊就是搁置或支持东西的一个用具，那像书架对不对，工具架、蔬菜架，但凡是带架子的都是可以摆放工具的，竖钩短，撇画呢长一点，然后这个口字啊距离要近一些，但是横向上倾斜角度比较大，折再横，这个长横与口字中间的一个距离，那这个竖钩啊又是穿插在它们俩之间，竖钩不要写的过于太长，这个勾画啊也是同学们的一个难点啊，一直没有突破的一个难点，很多同学还没有把它写的特别的漂亮啊，特别的完美。最后一点，好了，那我们这个架子啊就把它写完了。那在写这个架子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这个横画上一个倾斜角度，那我们在上节课的时候啊学习的这个青字还有拱字，它们这个整个字呢是一个比较偏平正一些的，就跟这个架子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些同学啊把这个横画本来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略微的倾斜，那有些同学给写成了这个样子，过分的夸张啊就会导致这个字形啊结构会出现一些略微的偏差，所以说我们在写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角度啊，不要夸张也不要太过于含蓄，那它该怎么样我们就把它写的怎么样就可以了。那老师啊先把上面这个加呀来给分解一下，上面就是一个加号的加，那注意这个旁边左边这个立倾斜角度还是比较偏大一些啊，横折钩这个撇画起笔上短下长，那这个下面这个长度啊又长出这个
横折钩来，看一下最低点，是向上去走的。然后这边这个口啊，也是跟着它一起向上去书写，包括这个横折，看一下，它们俩是几乎平行的。那第一竖短一些，横提切折，啊，最后再一横给它封口。那这个口啊，一定不要写的过于太大，它呢一定比例啊，对滴水明星要高，上半部分呢也要低，它整体就没有超过力的完整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在写的时候，它们俩呢中间是有一个三角的一个交叉部分，因为口字的竖画是向右下角去寻找的，那立字这个竖钩呢是往左下方去寻找的，所以说我们在写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注意它的一个完整度。那这个木字底啊，还是再讲一下这个木字底，这个横画呢是一个前长中间提笔然后后短的，由于这个横画呢是第一笔，所以说一定要看准它的一个下笔位置，然后竖钩起笔在横画之上的一定要短，向下去走，收成一个垂露竖，向左边轻轻的把钩给它推出来，再点，左点收，右点顿，再收。那他们俩呢一个空间距离，竖钩的一个空间距离呢也几乎是均等的，左点要稍微的远一点点，右点呢稍微的近一点点就可以。这个木字底啊也是非常的好写，我们之前呢也接触过类似的这个小短钩，对不对？一定不要写长啊，如果写的过于太长的话，整体啊这个字首先是一个被拉长了，然后其次这个字的一个重心啊就是聚集在正中间，上下两部分有一个穿插的感觉。那穿插是哪里穿插呢？就是这个竖画这么短，在横画之上特别的短。如果是单写这个木的话，我们平常单写木，书画在横画之上是特别的长的，对不对？所以说还是需要注意它们一个避让的关系。而这个口的竖画呢，跟竖钩起笔处也是离得非常近的，避免打架，一定要缩短啊再去写，一定要缩短再去写。那我们就把这个架子上的部分啊，这个夹再写一遍啊，总结一下，就要总结一下这个字的一个需要注意的点了。注意横画向上倾斜角度要一定要大，提切，然后勾画，哎，给它带出来，撇，上短下长，长呢要长出勾画去，然后再是口，短一些，然后横提切。横折一定要重，它这个竖画啊一定要比第一笔这个竖画要加重一些，然后再短横。上半部分看一下，前面开口大一些，后面开口小一些，然后写下半部分的时候呢，它整体的一个重量又在后半部分，整体就出现了相反的这个样子。所以说字啊为什么看起来是稳定的，就是因为它们里面它的一个形状一个外形前大后小，下半部分呢是前小后大，对不对？前小后大是因为它前面是偏低一些的，那上半部分呢是前面偏高，那又是一个呼应关系。所以说欧阳询啊在处理这些字的时候啊，它的一个结构问题啊还是把握的非常的精妙。那下面这个木字底我们先来写一下啊，前长后短，对不对？前长后短，然后左点右点，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前面小后面大，对不对？前面小后面大，所以说它们两个呢结合在一起完全就是互补，上下两个部分这个架子呢它们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就像搭积木一样，是完美的贴合在了一起，所以这个字呢看起来是非常的合理，肩胛呢又是非常的稳定。那么就来把这个字啊需要注意的点啊来书写一遍，说一下这个架子需要注意的，就是上下两部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结构体系，整体是比较完整的结构体系。哪里完整？就是刚才说的像搭积木一样非常完美的
给它契合在了一起，就像我们手指一样，两个手交叉能握住，那就是这样一个感觉。那同学们可以理解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不可能，如果有的人手那么并上了，它只能贴合在一起，完全是不稳定的，对不对？那当我们手交叉这样握住的话，整体是不是牢牢的握住了，怎么松也松不开，对不对？只要力气大一些，握住了之后怎么松都松不开的。同样的道理，那整体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那再来第二点，就是上半边上半部分，前大后小啊，左高右低，那跟前面学的那个然字跟照字呢刚好的相反了。那上半部分左高右低。第三点就是下半部分也是前窄后宽。为什么前窄后宽？是因为前面重心靠下，后面重心靠上。懂了吗同学们？这个字啊其实看似非常的稳定，实则里面巧妙的地处，巧妙的这些地方呢多着呢。所以说一定不要小瞧这些看起来啊非常平整的字。为什么找不着它的稳定点在哪儿？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那老师啊再把这个架子啊完整的去书写一遍，同学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跟上。那我们再来一起写一下。那首先是这个立，提起切，注意这个横折弯钩啊，它是略微带点弯度的。然后撇画，前短后长，然后再是口，竖画短一些，然后横提折，折画要粗一些。那注意先短，这边呢要偏长一些，最后横画封口。下面这个木字底啊，横画啊，左右都要超出他们的一个收尾部分。前长，注意提起笔来，后重，注意它的一个竖钩啊，跟他们是一个避让的一个关系，一定不要跟竖画呢打架了，一定注意不要写的过于太长。那最后两点，他们两点的一个位置。然后在右点，好了，那这个架子啊我们就把它完整的给书写完了。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构是不是前大，那下半部分呢是不是后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书写这个字的时候啊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啊，并不是特别的稳定，它的巧妙处啊都隐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那好了，那我们这个架子啊就把它学完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案子。在看这个案子之前啊，先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姚梦起的这个版本。那看一下上半部分姚梦起的版本，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案子。先来对比一下，首先欧阳询的这个案上下两部分是完全的错落开的。那在这里用一支笔啊来给同学们说一下，用支红笔。上半边这个安是不是整体要靠右边一些，下半部分这个木字底呢整体要靠左边一些，哪里体现？看一下安字的这一撇，它到这里给截止了。那这个安呢，那姚梦起这个安，它这个撇画是不是要超出了木字底的横画，对不对？同学们，它这个撇画超出了木字底的这个横画。那这是第一点不同的地方。第二点，它的一个撇折，看一下欧阳询这个撇折，第一个撇划呢它的一个角度是一个比较偏直一些的。那姚梦起这个，那它的这个撇划整体弧度有些过于太大，但是这个折过来的这一笔呢几乎是一样的，那折过来这一笔几乎是一样的。但是看它的一个收尾部分，这个案子欧阳询的这个案的收尾部分呢是偏带圆润一些，看姚梦起的这个就非常的方硬，它是一个这样的收尾，姚梦起是一个这样的收尾，这又是一个区别。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长横，欧阳询前长后短，姚梦起前短后长。为什么？同学们问一下，为什么它这个地方跟欧体不一样啊？这个地这个这段时间啊我们可以不用写字，先来回答一下老师的问题。
看同学们能不能发现他到底为什么横画跟欧阳询他们两个是相反的。有没有同学可以发现？没有吗？没有任何同学看得出来吗？因为加入了自己的风格，这是肯定的，这是首先，这是首要的。还有呢？欧撇短，还有没有？我们班里只有齐公子和绿洲同学吗？其他的剩下的47个人呢？老师要喊人了啊！不回答，老师可要从这个弹幕区里点名了。前者撇出去了，所以横后长，后边长。秋日普和同学啊，答到点子上了。字的平衡，对，字的平衡是字的平衡。O 这个提案很明显，是的。欧体的这个案子啊，提案非常的明显，重心不稳，对的，这些都是对的。特别是秋日婆同学啊，老师在这里提出表扬，这个前者撇出去了，所以横后边长是非常的对。这个姚梦起这个案子就是因为这一撇画撇出去的太长，所以说它需要后面的横画加长来稳定住它的一个结构，所以说下半部分只需要完整的穿插在这个女字的下半边就可以，所以说整体这个字形结构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偏平正一些的，那比较偏平正一些的。那么再来看一下九成宫的这个案子，那九成宫这个案子，它上半边向右边去收，为什么？因为它撇画短，重心呢都靠前了，所以说前轻后面加重，那前长后短，那为了把这个前面加长的这一部分呢给它收回来。下半边看一下右点，又在横画之后啊，又在横画之后，那它这个点画超出去这一部分，就是去为了呼应横画前半边，那他们俩是一个呼应关系，同样还是一个跷跷板的关系，跷跷板的原理，前长后重，对不对？前长后重，他们俩就是稳固其撑起整个字的一个重心啊，重点。非常的重，非常的稳重，就靠他们俩来支撑了。好了，同学们啊，我都回答的非常的好。以后老师再问问题啊，一定要回答一下老师，不然的话，老师感觉真的就是在录播课呀，对不对？我说的字的平衡也对吧？对的，是对的。欧体的重心在左边，对，那个姚梦起他这个版本啊，他的重心啊，是个他力求平稳，对不对？这个姚梦起它是力求平稳，那么欧体呢，它是先玩那个危险的，它在后面再给它稳住。所以说欧阳询这个人啊，他肯定非常的有意思，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老头，他都76岁了，肯定是非常的幽默，脑子呢也是转悠的非常的灵活。好了，那我们就把这个案子啊，姚梦起这个案子给它收起来，我们就来写一下这个九成宫啊，欧体的这个欧阳询的这个案子。好了，这会儿同学们就可以放心的拿起毛笔来啊，跟老师一起书写了。欧阳询的物理学肯定不错，我觉得应该也是。他这个思维啊，在脑子里的这个框架肯定是建得非常的好。首先，我们先写一下这个下半边的这个木字底，隐约的看出它的起笔是不是比较偏细一些，它的后面呢又偏重一些。什么原因？前轻后重，那前轻后重，前面起笔轻一些，由轻到重逐渐加粗，不要太长。竖钩很明显，它的竖钩点儿钩点在这儿，所以说它在这个横画的中间靠右边。它为什么在右边？为了穿插在撇和撇折这中间的一个交叉点中。那如果它在这中间，是不是跟撇打架了呢？是不是？跟撇打架了，那肯定整个字就乱套了。为了一个穿插，就还有一个避让，就是为了避开它，所以说它在这个地方，同样的是上短下长，注意它这个竖钩啊，略微的有些弧度，钩，然后在左点近，右点它要远一些，并且它的一个角度问题，并不是垂直向下的。左点的点画呢，
收尖处是在正下方，右点是朝右下方。那他们俩一定要给它区分开。看一下整体这个木字底非常的一个平稳的一个结构，它这个右点啊就是为了拯救这个横花的前长。单看这个木字底这个结构是不是非常的灵动啊，灵动非常的巧妙，就像是数学家的一个思维，脑子里完全的已经计算好所有的一个公式。好了，这就是那个木字底，暗字的木字底。那我们就把这个暗字啊一起写一下啊，老师先把这个暗字写一遍，同学们仔细的来观察。上面这个安宝盖儿一定要写的小一些，它这个撇画，它这个点又是跟撇画融为一体的。那宝盖一定要写的稍微小一些，横提切出尖儿。看一下撇折，撇的起笔处在中间的靠前一些，由重到轻带过来，再由轻到重给它带过去。注意它的收尾部分要稍微的偏圆润一些。看一下这一撇尖入带过来，看一下啊，这个撇画的一个收尾处啊就是在撇折的一个交接处的正下方。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把握好撇画长短的一个距离，然后横画是前长后短，并且前轻后重啊，前轻后重。那这个上半部分我们就把它给写完了，再写下半部分，木字底前轻，同样的前轻后重。后面为什么短呢？因为后面再加长，是不是跟这个撇折的收尾处打架了？对不对？又是一个打架的部分，所以说我又得给它避开啊，对不对？我又得给它让开。那写完这个横画之后，再写竖画，竖画如果在正中间，是不是又跟这个撇画打架了？是吧？这就是两起案件，那欧阳询怎么能给他容忍呢？我挪一挪位置呗，那写到这儿呗，然后竖画下来，那写到这儿之后感觉重心好像又不稳了，那怎么办？那就靠最后两个点再给他解决。那左点那我稍微靠里一些，是不是？那既然前面都这么长了，我不能再让你往左边去倒了，那右点我重一些，那平稳一些，是不是？那整个字那它不就稳定了吗？所以整个字啊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稳，特别的稳，但是单看上半部分或者单看下半部分呢又特别的显啊，就跟走钢丝一样，没有一个平衡木，那肯定是战战兢兢的。所以这个案子啊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啊，老师就喜欢挑战这种难度啊，同学们也一定要大胆的去勇于尝试啊，勇于尝试，一定要不要畏畏缩缩的，就是感觉哎呀我不敢写怎么办，这个字好难呀，我体现不出它的显来。没有关系，大胆的去写，但是也是还要注意这个线条向上倾斜的一个角度啊，不要夸张，那它是什么样我们就可以写成什么样就可以了，好不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先来说一下上面部分这个安，这个安字啊我们之前也学过一个单个的一个字了，所以说我们在写的时候呢也是比较稍微的简单一些，因为之前已经了解过。那老师在这里再来把这个安啊再来写一遍，首先是第一笔啊，由轻到重尖入，然后横画向上提，一定要短，因为宝盖要小，提切，切笔之后出尖儿，给它带过来，由重到轻，看一下，不要太长，上半部分一定要写的稍微扁一些，带过来之后，那它这两笔呢，并不是一笔而成，因为它们两个一个尖收，一个尖起，注意它的一个角度。撇折两笔是一样长啊，一样长，撇折两点是一样长。在这里呢再叮嘱同学们一下，不要把上半边写长了或者下半边写长了，他们俩呢是一样长短的。然后这个尖入撇画带过来，它的收笔的位置就在他们俩交接的正下方啊，这里再强调一遍，正下方啊，画个三角。然后最后横画前长由重到轻提起来，中间提笔过程呢是非常的细的，那提起来之后后面加重啊，前轻后重。看一下整个上半部分的安是不是没有一点平整的感觉，
全都是险，整体身子就是向左边去探出去的，并没有收回来的意思，所以说就是靠下半部分这个木字底啊，给它收回来。上半部分这个安啊，一定要注意，刚才说的撇折一样长。第二个撇画呢，它是跟撇折交接处正下方。我们单写一下这个撇折撇啊，这两笔画，这个中间的空间呢不太好把握。那首先撇啊偏直一些，然后折，它们俩呢是一样长。然后再看撇，它中间尖入带过来，弧度直接就像画圆一样，由中到轻出尖儿。看一下它这里一个空间，像一把扇子，像一把扇子状。它中间这个空间啊，非常的巧妙啊，老师实在找不着形容词了，就像扇子啊，老师就觉得像扇子，像一把歪倒的扇子。这个空间啊不太好把握，因为它里面带有一些圆的东西，但凡是带圆形的东西呢，都不太好掌握。那尖入转圆，给它撇出来。那正下方撇折两笔一样长短。那在这里啊，我们就强调这里了，它里面这个扇子形还是像那个如意扇一样啊，不知道同学们见没见过如意扇，头大，哎，这边稍微小一些啊，往里收，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好了，那我们这个上半部分这个安呢，我们就把它给分解完了。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撇折一样长和第二撇收尾处是在它们俩的一个交接点上。那我们就来写一下这个案子啊，需要注意的一些点。首先是整体的一个结构字形啊，同学们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偏长。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就一定不要把它写方正啊，不要把它写方正。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宝盖儿要小，小的意思也就是它的宽度呢一定要窄一些，把下面这个长横呢给它凸显出来。第二点就是字内，刚才说的撇折是等长，然后第二撇与它们俩的一个交接处呢是在正下方。然后第三点是它里面字里面的两横的一个长短，一定要避免重复等长啊，避免，一定要给它避免开。然后第四点就是上下的一个穿插和避让了。啊，就是上下的一个穿插避让。那这四点呢，就是这个案子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个案子啊是略微的有些难度，比架子要难一点，但是我们不要怕啊，一定要勇于大胆的去书写。那我们就把这个案子啊再来完整的书写一遍，主要就是它的一个上下错落关系和上半部分安字字内的撇折撇这两笔。那首先呢是这个宝盖儿啊，一定要窄，一定要小，也由轻到重带过来，横画向上走，提切，干净利索。然后切笔由中到轻，不要太长。看到它的一个收笔部分是在这个竖画跟横画的一个交接处正下方，对不对？这就是我们需要看到的，一定要观察到位的。然后在这一笔写这一笔的时候，完全能看到这一撇，所以说我们就能衡量出它的一个长短，大体衡量，相信同学们应该都没有问题。这么短的一个距离，大概有2厘米，对不对？然后这一撇像画弧线一样，把尖儿给它带过来，然后横画前长，由中到轻提起来，注意向上倾斜的一个角度，后短，后面呢一定要重。然后再写下半部分这个木字底，前面啊起笔部分一定要超出这一撇画，由轻到重，那上下一定不要离得过于远。然后写这个竖画的时候，这个竖画呀，就是这个撇和这一笔中间的一个交汇处的正下方，那切笔也是一个由轻到重带下来，然后出钩，钩画要小，然后左点的一个
尖儿对着的方向呢就是横画，然后右点偏平正一些，啊，笔画要偏平一些。那左点呢是偏左斜下方，那左点没有写的太好啊，没关系。那他们俩一个空间，左点距离书钩要近，右点距离书钩呢要稍微远一些。那这个案子啊，我们就把它完整的书写完了，看一下它的字形。两横是不是长短要避开？还有就是字内的空间，包括它们的一个上下穿插避让。这个案子需要注意的点呢是稍微有些多的，同学们课后啊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之后再去书写。好了，那这个木字底啊，我们就这两个字呢也把它完整的书写完了。可以空出手来的同学啊，可以给老师回复一下啊，有没有听懂？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啊，老师看得见了就可以了。能空得出手来的同学就可以回复一下啊，没有空不出手来的，那我们就先可以不用回复，然后再来学习最后两个字，这个绞丝底，这个绞丝底啊，跟绞丝旁的差距可是有些大了，啊，可是有些大了。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紫色的紫啊，我们先来把这个绞丝底来书写一遍，这个紫色的紫绞丝底呢，看一下倾斜角度是比较偏大一些的。那这两个字啊，老师没有把这个结构画出来，是因为想带着同学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结构。首先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构，首撇啊，首撇就是第一撇，它的一个起笔这个尖儿在这个位置，画一下大拖大一点，在这个位置，这个勾画收笔位置呢在这里，那我们来把它连起来，整体的一个中线。对不对？整体左右两半边的部分呢，是完整的给它区分开了，完整的把它的一个左右空间正好是对半分。那今天的第三部分啊，就是这个绞丝底。紫的戈钩弧度好大，对的，这个紫的戈钩啊是先竖，然后到这个地方。再给它弯过来的，那我们啊先来研究一下绞丝底，之后我们写这个字的时候啊，再单独的讲一下它。现在写一下这个紫色的紫，那它的一个向左倾倒的一个趋势呢，还是非常大的。那首先第一撇一定要短，然后这个地方呢斜切，由中到轻下去行走。那它们俩的一个角度啊，在这里老师一定要给同学们说明了，是一个九十度，是一个九十度的。那尺子它是一个直角，对不对？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九十度？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啊，心里一定要有数。写这个地方，我们就说要掌握九十度啊，找九十度的这个感觉。九十度是非常好找的，就是一横一竖，就是一个九十度。只不过它的一个横一竖呢，是一个倾斜过来的。老师学书法是不是主要掌握结构和用笔？是的，这个笔法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字形结构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米字底，什么米字底啊？秋风是我同学，然后再继续往下写啊，还是一撇。那他们俩呢，几乎是平行的。对，还有精气骨血肉，在这个书写的时候呢，它的一些肉的，对不对？骨的，还有一些血的和肉的。都是代表不同的意思。看一下啊，撇过来之后，然后再切，向上提起，最后一点，整体的上半部分，给我们一个什么感觉？收紧，啊，收紧。所以说，在写上半部分一定要收紧，因为下半部分这个竖钩啊，要给它拓展出来，竖。啊，略带弯度，这个紫色的紫呢，它是略带弯度的，勾画要小一些，然后点，然后再右点，它们俩呢，一个是挨着上半部分，一个呢没有挨着，看一下上下两部分，差不多高低是同等的，看一下，对不对？上两部分高低。大约同等，又是各占了二分之一，所以说上半部分如果写的啊，我们看一下，如果写的过于太长太大，下半部分竖钩太短的话，整体这个头啊
就有些过于大了，压在下面这个树沟，这个小啊，就传不过气来了。想想可怜可怜它，它本身就小，上面再大一下的话，那就是欺负人家了，对不对？一定要平等的去对待啊，平等，上下两部分是平均的一个空间。就在写的时候呢，这个字上下两部分是平均的，但是这个凡字啊，它的竖钩要略微的偏长一点点啊，略微的偏长一些。所以说写这个的时候，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两个撇画，第一撇也就是首撇和次撇，也就是第二撇，它们俩首先是一个平行的，然后这一笔就是一个切笔，向下行走，切笔向下行走，一个顿点儿。然后再撇提点儿，那这个撇提啊，同学们之前已经接触过了。我们在写这个旋字的时候，就已经把下面呢已经学过了。那它这个上半边部分就是旋字的下半边部分，所以说写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就当是回复了啊，当是在这个复习了。竖钩有弧度，韧性大，支撑力量大，对的，就像弹簧一样，给它稳稳的给它。弹起来，然后我们再写一下这个"凡"字的这个绞丝底。那它这个地方呢，略有的有些看不见，但是结构是一样的，也是因为风化的原因。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啊，因为它的整体大体结构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遮挡，它的所有的笔画大多数都已经露出来了，中间遮挡住的是一个留白，就是这种笔画之间的空白处。那想想，它一个碑刻是不是？那笔画之间空白处，空白的那一部分破损掉是非常正常的。就像我们那个，比如说，老师想一个词汇啊，老师先把这个写一下。老师想个比喻，它这个绞丝底啊比较偏细一些。哎，同样的两撇是平行的，注意它的一个折，向上提的时候与前方。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包括这一个也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那这个呢，又是同样的一个崩了。对，这个崩了啊，让我想起来，就像是我们刻印一样。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刻过印啊？像刻印章一样，本身我们在刻这个印章的时候，你比如说中间一个小口，中一个小口，是不是？那再写下面又一个。这种小口很容易，这一小点石头啊，凸起来的石头啊，就崩掉了。力气一大，咔就给它崩出去了，是不是？就是这个字啊，完全的就已经糊掉了，就是这个意思，跟刻印啊是同样的一个道理。然后再是这个竖弯，看一下，它是一个尖入啊，尖入由轻到重带过来，勾啊，竖弯勾，然后最后再左点。右点啊，一定要距离远一些，左点高，右点低。来看一下它的上下两部分，又是同样的一个高度，又是各占二分之一，但是它整体的一个字形呢，要比子字的这个字，这个绞丝底啊要偏长，因为它上半部分这个米呀、啊、要缩的比较短，那它上半部分呢是没有下半部分长的，但是这个子啊。它的头呢是比较重的，它的重心靠上。凡字同样重心靠上，但是这个子字有一个斜钩，这个斜钩啊就是为了稳固住整体，它要去左边歪倒的一个趋势。这个斜钩啊是占了重要的一部分。那在这个字里，它的重心在上半部分，但是它的一个主笔啊，一个主笔就是它这个斜钩支撑起了整个字的一个力量。那这个"凡"字，它的重心就在上半部分，它呢这个字没有主笔，就是这个字里面有主笔也可以没有主笔，但是重心一定要给它分清楚。那我们就把这两个绞丝点啊再来一起写一下。那先写紫色的"紫"，首先是这个紫色的"紫"字啊，这个紫色的"紫"啊，上半边是个"此"。此的一个繁体字啊，就是这样去书写的，一定要注意撇，手撇短，由重到轻带过来，它们俩呢几乎是一样长短的，然后再切过来，提
然后最后再一点，整体上一部分是一个三角形，然后竖钩略带一点弧度啊，略带一点弯度，左点高贴紧提画，右点低并且要偏平一些，看它们的角度，一个朝下，一个要开张出去，然后再写一下繁字，繁华的繁，这个繁字的这个绞丝底呢，整体写的时候就要偏长一些，因为它的上半部分是非常的扁的，但它绞丝底呢同样的要偏细，为什么？因为它的笔画多，提一点，然后尖入啊，一个弯钩，顺势勾画挑出，然后左点挨着提画，右点低，自己向下，哎，就走了。看，同样的一个向下，一个偏平，那这两个绞丝底呢，我们就把它给写完了，啊，就把它给写完了。那我们呢，就来把最后这两个字啊，一起来书写一遍啊，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两个字的笔画呢，略微的有些偏多。那在这个结构上呢，还是需要注意啊，一定要看清楚。密字底，密字底怎么了？先写下这个紫色的紫。那首先呢，是第一笔竖，第一笔呢就是一个竖折。注意这四个。加这个斜勾的一个竖画呢，它们是四个竖画，注意它们四个竖画的一个空间，还有长短勾撇折，然后最后是竖勾啊，略带弯度。好了，那我们这个紫色的紫啊，就把它给写完了。刚才呢说的是，首先注意的就是这四个竖画的一个高低错落啊，高低错落就跟那个山一样啊，连绵起伏，哎，一低的一个高的，再低再高，是不是？那这个斜勾的一个起笔呢，就是山顶的制高点最高的一个地方，把它说成珠穆朗玛峰。那旁边呢，这个地方就是喜马拉雅山。那再下面这些小的呢，就是越来越低的一个山脉了。所以说，在这个此字上面啊，写的时候，这个竖画呢，一定要给它区分开，不要避免出现雷同和重复。那这个斜勾啊，除开稳固整个上半边前三个的一个竖画以外，那它呢还需要稳住下半边，所以说给它拉长了。那单单的一个此字啊。如果单单的一个此字的话，它是只需要稍微的略微拐一下，那略微拐一下，那老师这个墨有些略微的干了，它只需要略微拐一下，稳住这三个竖画就可以了。但是在紫色的紫里呢，它这个任务啊有些艰巨，它还要稳住下半部分，因为下半部分我们也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它是向左边要歪倒了，对不对？歪倒的呢还是非常厉害，所以说它这个弯度斜勾起到了一个艰巨的一个任务啊，起到了一个要拉取重量的感觉啊，它托起了整个字的一个平衡。那我们就把上半边这个词啊，来给同学们写一下。注意这个斜勾，它的一个角度问题还是非常的大的。那首先呢，第一笔就是这个竖带过来，折横画由中到轻再到中啊，由中到轻再到中。注意它向上倾斜的一个角度呢，还是略微偏大一些的。然后第二笔竖画尖起落下，那注意它们是一个平衡的关系。然后第三笔这个竖画最后斜勾起笔要高，由中到轻，到了这个横画之后呢，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换了一副脸一样，像变脸一样，哎，给它弯过来了。然后这个勾画再给它收出来，不要太长。看一下
这个勾画呢一定要超出横画去，不要在横画之内，所以说还需要注意横画它的一个长短，不要写的过于太长，不然整个字感觉像压了一顶帽子一样。这个此字啊本来就高低错落的像个山一样，再把重量往下压的话它就承受不住了，是不是？一定要考虑到它们字里的一个重量的一个平衡。那注意下面部分这个空间，看一下，这不刚好预留了一个向下倾斜的吗？那不刚好就要把它给它带进来吗？对不对？那这个子字啊，我们还需要老师再带的同学们啊，把这个上半部分再来一起写一遍。上半部分的一个空间啊，四个数之间的空间也要注意，还要注意就是他们一个起笔尖入向下去走，然后带过来切横由重到轻再到重，这个长度啊一定给它把握好了，不要过于太长。然后竖画呢起笔带过来，第三笔第四笔高一些，平行到了这之后开始向外走，带弧度，然后勾画提起来。那这个呢就是这个此字啊，此字这个上半部分。然后下半部分呢刚才我们已经写过了，所以说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求。那以下几点要求，首先第一点，那老师换一张纸吧，老师换一张纸，写不开了下半部分。老师请问葛沟可以一笔写成吗？可以啊，老师分两笔写成是因为为了给你们体现出第一笔呢是一个偏竖一些的，第二笔呢弯度比较大。对，就是需要注意角度，老师是为了给同学们区分啊。那再把它一笔写一遍好不好，再把这个上半部分啊再来写一遍，老师把这个葛沟啊一笔写出来，竖折那向上走，然后第二笔竖画一定要高啊，这个斜勾起笔一定要高。那带下来之后往外走，收一下勾，给它挑出来。那这个呢就是它完整的一个葛沟的一个书写方式，弧度比较大。对的，因为首先它要给左半边呢预留出来位置，如果它偏平的话，是不是它上半部分呢又是一个比较偏直，并且它是向左下方去走的。为什么？因为为了要跟前三竖平行等距啊，平行。上半部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说一下它需要注意的点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上面这个此字四竖啊，我们暂且把这个斜勾的上半部分呢共列为竖里，那四竖呢是一个平行等距的。那第二点就是斜勾啊，叫斜勾也可以啊，叫葛勾也可以。斜勾呢弧度一定要把握好。然后第三点就下半部分这个绞丝底，它呢也是一个向左斜的啊，向左倾斜的一个角度，整个字的一个稳定力量就是靠着一个斜勾。那它呢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有非常艰巨的任务啊是压在它身上的。那我们就来把这个紫色的紫啊再来一起完整的书写一遍。那首先第一笔啊，这个竖画一定要注意它的起笔呢不要在格子的太靠上，因为要给这个斜勾这个起笔处啊预留出位置，横向上，第二竖注意平行关系啊，第三竖，然后在第四竖由重到轻带过来斜勾，好，开始向外走，弧度呢比较偏大一些，这个出勾要稍微小一点。然后看下半部分这个绞丝底，它的一个起笔位置在中间两竖的位置，带过来由重到轻提点，注意这个勾画竖勾啊一定要稍微短一些，然后左点挨着这个提画，右点呢远离它，
好了，那这个紫色的紫啊，我们就完整的把它给书写完了。注意，它上面这个一定要比下半部分要宽，一定要宽。还有就注意四竖之间的一个空间，包括下半部分它的一个第一撇跟它的竖钩呢是在同一条中轴线上的。今天上完 OT 就上一半了，unbelievable，不可置信啊，不敢相信，对不对？看一下，对不对？上下啊，在同一条中轴线上，需要注意一下。好了，那这个紫色的紫啊，我们就把它写完了。危机感有啥危机感呀，绿洲同学？不要有危机感，我们也是在正常的上课嘛，我们正常的学习中。最后一个字了啊，讲这个繁字，繁体的繁。那我们写书法呀，也是有很多的繁体字的，我们也要慢慢的去认识它们。那老师先把这个繁字啊来书写一遍，这个繁字整体呢要略微的偏长一些，那它的起笔处啊就要偏上，靠上一点。那这个母啊，又是同学们的一个坎儿。横画肯定是前长后短，为什么？因为它要跟后面这个反文反文旁避开。看一下反文的起笔处啊，是在横画的中间靠左边一些啊，一定要给它收紧。捺画舒展啊，捺画舒展。这个左边这个美呀，它的一个横画呢，绝对不可能是向右下方去走的。为什么？因为它下面如果太长的话，它会跟这个撇折的第一个撇画打架，然后再撇。折、撇、提，那最后再一点，那上半部分又是一个三角，那最后这个竖钩啊，弯钩在这个绞丝底的正中间出尖儿，左点靠近提画，右点远离。好了，那这个繁字啊，我们就把它完整的书写完了。这个繁字也是整体上半部分为一个放射状。那放射状怎么把它撑住啊？看到没？它把下面这个竖钩给它压弯了，啊，给它压弯了。所以说，它们呢都会有一个特别人性化的一点，就像我们人一样，如果身上背着太重的一个包，那它是不是就把背给它弓起来了，是吧？其实是一样的，跟写字呢，跟它自然中的事情呢，都是非常的符合贴切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上半部分这个美呀、啊，刚才也说了，它这个母整体的横画呢都是比较偏平一些。这个横画如果它再向下去走，看一下是不是跟这个撇画打架了，对不对？然后横画前长后短，它后面为了缩短是为了放这一撇和这一捺。它如果这个后面横画太长的话，首先呢是跟捺画又打架了。那在这个字里面呢，这个车祸现场也是非常的多的啊，非常的多。所以说它跟这个紫色的紫一样，不是跟紫色的紫，是跟那个案案件的案一样啊，它们的一个避让穿插关系啊还是非常多的。而它们上下两部分挨得非常的紧密，一定是上扁啊下长。看一下下面这么长，瘦高个儿大长腿，是不是？那我们呢先来把上面这个米呀、啊来书写一下啊，一定要把它写短一些啊，写扁。那第一撇短，然后横，横要短一些。下面这个母字同样的撇折，只不过第二笔呢要偏平直一些了。然后横折过来，跟上面部分这个横画呢一样直啊，一样平齐就可以。然后横画前长后短，这个横画前长是为了呼应后面这个捺画。然后第二笔这个撇画要偏长一些啊，我们看它虽然模糊，但是它们俩的一个角度，俩撇的角度是不一样的。第一撇向左边，第二撇要偏下一些，对不对？然后再横，那看一下这个横，第一个横向右上方倾斜的比较厉害，第二个横呢是个比较偏平直一些的。然后撇
撇短，捺长，而且捺画要偏直一些。那这就是整体的一个上半部分，看一下是不是压得非常的扁，一定要把它给缩扁一些，才能体现出下半部分的加长来。写行书吧，赵慧敏，落款用，绿洲同学的名字，对不对？等我们那个结课的时候啊，等我们结课的时候，就是这个欧体课全部上完的时候呢，老师会把所有同学的一个名字啊，就是你们想平常落款写的一个名字，跟老师说，老师给你们全部写一遍，好不好？老师在这里给你们保证啊，这个同学们可以记住这个 flag 啊，老师已经立下了啊。对，设计签名啊，给每位同学都写。就看谁没有听回放了，谁没有听回放，谁不知道老师，就说明谁没有听课啊。老师到时候啊，也会在群里找人的啊，会找人看看到底是谁没有那个啥。老师我要出题的，可以的啊。同学们就是写名字，跟老师说想要什么书体都可以，老师无体没有不会的，老师这点是非常非常自信的。就我们这期课结束的时候，那也快了，来年之后3月份吧，我们这节课就上完了呀。我们这一期课今天已经上到一半了。好了，同学们啊，先不要激动啊，我们这个课这节课，我们先把这节课上完啊，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客气了啊，客气了。我们给同学们上课还是非常的开心的。我们来继续说，那上半边啊，这个米啊，一定要写的扁一些。因为为了突出下半边这个绞丝底啊长，对不对？那在这个字里啊，这个敏字就写到这里。同学们注意这个穿插关系和一个避让关系就可以了。好了，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需要注意的点。首先第一点就是上半部分这个敏字刚刚说过去，一定要写的扁一些，扁一些，母字写扁。旁边的反文撇画写扁写短，撇画一定要短。那这个捺画呢，它就不会跟着过于长，那就不会跟着过于长。然后第二点，下半部分这个绞丝底呢，一定要长，跟上面这个米完整的错开了。那一扁一长，一高一矮。老师能把前四个字再写一遍吗？待会儿啊，老师会把这6个字完整的书写一遍的啊，不要着急。然后第三点，结构上宽下窄，那上宽下窄。然后第四点就是它的一个高低中间的穿插关系。那他们俩呢？他们两个笔画啊，老师在这里稍微写一下，是挨得非常的近的，那几乎是贴近的。那上下呢是几乎贴近的一个结构，那这个凡字啊，我们就需要注意这四点。其实这个凡字要比这个紫色的紫字要写的简，要学的简单一些。因为这个凡啊，它的上下并没有太多的一个穿插，它穿插都就穿插在上面的这个母字、这个美字和这个反文旁就可以。那我们就把这个凡字啊，再来一起完整的书写一遍。首先是上半部分。两个撇画需要注意的，刚才说过了，第一撇短，并且角度是向左边去走，横画偏细一些，不要太长。撇、折、横、折、竖，然后横画前长，哎，后短，然后再写右边的反文旁。那这一撇呢要偏长一些，并且它的角度是朝下方去走的。然后横画是平直一些，撇画短，捺画长，并且捺画是一个比较偏平直一些。捺画写的时候一定不要向上拱啊，或者向下走啊，这两种啊，通通都不要出现，就只需要记住它是一个直溜溜的啊，直溜溜的一个笔画。然后撇折就在它们俩的正中间，撇。短折，第二撇长，提点，然后再竖弯勾，左点
六点。好了，那我们这个凡字啊，我们就把它写完了。那这六个字呢，我们就全部的完完整整的给书写完了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这六个字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如果没有醒觉，就缺少了丰富性，难度系数也就低了好多。是的，那如果像我们学这个姚梦起，对不对？刚才也看到那个案子了，整体的就是一个比较偏平正一些的。那学他的话，是吧？他力求平正，为什么？他不敢勇于去挑战。他虽然说学欧阳修学的像，但是他还是有些比较胆怯的一部分，对不对？那我们呢，一定要把欧阳询的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先显然后后平，一定要把这个特点和它的韵味呢，给它总结到位。那先来看一下啊，赵字啊，上半部分啊，左低右高，这个四点底啊，在正下方，那结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那上半部分这个日和右边这个刀口呢，它们是一个左低右高的一个结构。注意日字的横折，这个竖画下面加长非常的长啊，长出来一块儿。然后然字就是上半部分这个同赵字一样，左低右高，捺画呢一定要伸展。这个捺画充当的是第五点，这个与四点底啊有一个呼应关系，就是为了突出它是一个第五点。好，没关系，没关系。然后这个架子啊，就是力高口低，上部分力高口低啊，左高右低，横画竖展，字形呢是一个方正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它里面的一些小技巧，它的那些小心思啊，全部都已经给同学们表现出来了，把它的小心思完全的展现给了同学们，毫无遗漏的。所以说，一定要不要小瞧了它。然后这个案字啊，字里的两横啊，长短一定要避开，一长一短，案字的这个前长后短，然后上下错落，字形一定是窄长一些的。它这个案字中间要打架的地方呢是非常的多，然后紫色的紫呢，就是一个斜勾的一个角度问题，刚才也说了，那上宽下紧，整体要收得紧一些，不要把这个字啊，一定不要写散架了。上一节课我们学的这个绝啊，就那个睡觉的觉，上一部分那个竖画呢，同学们都写的略微有些松散，这个竖画一定要紧密紧凑一些，才能把下面这个宝盖儿给它凸展出来啊，这个宽度给它凸显出来。这个紫色的紫，同样的道理。然后最后这个凡字啊，上宽下窄，下半部分偏长，注意不要把上下写的同长，特别是上面这个敏字，一定不要把它写的太过于宽了。那好了，那我们就把这六个字啊，再来完整的书写一遍。那在这会儿呢，又可以放个歌啊，同学们听着歌来看一下，老师把这六个字再来完整的书写一下。
我们这六个字呢就把它写完了，看来同学们聊得非常多呀。老师在这里先把音乐稍微关一下。哇，时间不知不觉啊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快两个小时了已经。那我们今天还要把这个春联的下联给同学们一起写了。这个春联怎么能没有下联呢，对不对？先把这个画面啊放大一下，我们同学来看一下这六个字，整体的看一下，方的、长的，是不是特别的明显？我们至今呢还没有太写到比较偏扁一些的字哦，有像人字，以前写子，最后写斜钩，看来是笔顺搞错了。其实都可以，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如果同学们觉得这个斜钩啊找不太好准位置的话，写完这三竖横之后呢，先写下半部分，最后写斜钩，找一下它的长度以及它弧线的一个大小，也是没有问题的。老师是习惯先写这个弧度的，因为在写行书的时候呢，因为老师写行草书偏多一些，所以说写这个弧线写完之后直接带过来就写这边，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当然他写完那给同学们稍微写一下吧，好不好？干说没用啊，演示一遍就知道了。就是写这个紫色的紫的时候，可以带过来之后直接写这边，有这种情况。那当然你说的这个情况呢也是有的，就是先写，然后下面直接带上去斜钩，也是同样的可以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写的时候这个笔顺啊在楷书里呢其实不太重要，当我们写行书的时候，它到底这个小牵丝这个连带它到底往哪去带，一定要给它分清楚的啊，一定要给它分清楚。就是这个紫色的紫啊，它的一个结构不太好把握，像上面看永远都是比较宽一些，一定要把下面给它盖住的。紫是不是少个点哦？上面这个紫啊少了个点，不好意思啊，起哄的同学观察的真仔细，上面略少了一个点。其实在行书里呢，它这个点啊有些地方也是没有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那就是个错别字啊，是错别字。我们在写字的时候一定要正确的把握好它的一个笔画，一个字也不可以，一个点也不可以溜，也不可以漏，立字也没有啊。老师这个紫色的紫啊没有找例子，只是刚才那个同学说这个笔画的问题，老师就现场的演示了一下。
想找例子也可以啊，老师课后给同学们找一下例子啊，发到这个金言群里去。那我们就来把这个最后这个春联啊，来给同学们写一遍。啊，这个春联，下联是花灯万盏贺新春。花灯万盏贺新春，那先把这个图片放大一下。那下联啊，这个字啊要稍微的难了一些。首先来看一下，把画面放大。哦，他说我们的案例没有。哦，我们的案例没有。哎呀，老师搞错了，实在不好意思，同学们啊，老师搞错了。写最后这个点是一个习惯，老师刚才说反了啊，给同学们纠正一下，给同学们纠正一下，这个点啊是没有的。老师刚才不知道想啥呢啊，给同学们道个歉，不知道想啥呢，想错了。这个紫色的紫啊是没有点的，一定要记清楚。刚才说反了，没有点。我差一个字就对了，对上了下联，这么厉害吗，大青山同学？好了，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对联啊，先来写一遍啊，同学们仔细的去观察，所有的字里面都穿插着我们学过的这些笔画，像花字。草字头，对不对？那花字草字头一定是上窄下宽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草字头一竖一撇，左低右高。大青山同学太厉害了啊，肯定文采特别棒。对，对对联也是一门学问，作诗也是一门学问，需要去把它的一个平仄啊给它分清楚。这个平仄啊，老师是非常的头疼啊。同学们有没有知道平仄的？什么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对不对？对，欧体的这个对联感觉啊是比较受用一些的。老师也是比较喜欢厚实一些的字。老师在家写对联的时候呢，这个春联也是比较喜欢用颜体和一些比较浑厚的一些行草书啊来去书写。同学们的春联都已经写好了没有啊？我们也快马上过年了。老师，我只会说顺口溜，这个算吗？顺口溜应该，它里面这个平仄关系也是有的呀，算，肯定算。三四声是仄，对，一二声是平，三四声是仄。老师这个平仄啊，也是略微的有些糊涂。但是分这个平仄的话，还是分得出来的。但是它这里面讲究啊，还有它的学问也是非常多的。啊，花灯。然后万，那这个万字呢，跟我们那天学习这个万字呢，略微的有一些出处，啊，略微的一些出处。我们上节课学的万字，前几节课学的这个万字，它整个的一个字形啊，是一个比较窄的。看笔画比较多的字呢，整体就要偏细一些。看，同样的左右肩膀还是要等宽，然后最后竖、提、点，花灯万盏，非常多呀。那盏字上半部分又是一个比较偏窄一些的，笔画线条啊，一定要给它收紧。至于里面的一个平行啊，平行关系，然后下面这个米字底提折往里收，看一下它提笔的过程还是非常的大的，前短后长，前轻
厚重啊，横花的统一特点。篆书对联感觉高大上，篆书也是非常好看的。写篆书，篆书的落款的话，写篆书作品的话，篆书落款也可以，行草落书落款也可以。齐公子是不喜欢行草书春联，为啥呀？行草书难道不潇洒吗？其实我喜欢欧体春联，真的吗？看下这个鹤子，上面又是一个家，撇是上长下短，哎，刚才我们刚学过去，然后口在它左边啊，在它右边，下半部分这个背啊，一定要给它凸出来，凸显出来，是一个比较瘦长一些的。最后撇点啊，撇高点低，给人感觉精神。欧体啊，确实给人感觉非常的清爽啊，精气神啊都在的那种，就像是清早起来，利利索索的。欧体这个颜体啊，就是给人一种力量感啊，非常有劲儿感觉。但是呢，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胖乎乎的啊，非常的讨人喜欢。看一下心字，左点长，哎，右点短，然后撇画近一些。看一下这一撇，由撇变为了竖啊，为了避让，不然的话又跟左边打架了。看一下横画，舒展啊，加长，最后这一竖给它带个勾。看一下欧阳询是不是特别有意思？本来人家是一个竖画，他给带了个勾，又打破了一个竖画啊。第一笔这个竖画，因为它比较短。颜钦里边啊，非常的好看。老师这个楷书啊，除了 OT 以外呢，最常写的就是颜真卿的颜钦里和褚遂良的这个音符经，还有倪宽赞。其实这个颜钦里呢，是老师最初接触书法的。就是颜钦里，所以说之前的老师也是经常拿颜钦里啊来给同学们对比，所以说后来有同学说老师还是拿多宝塔吧，多宝塔因为学过，颜钦里呢没有学过。多宝塔是颜真卿早期的一些作品，颜钦里呢是他中后期了啊，中后期，那他越老的作品呢越有价值啊，越有韵味，看起来呢更加的浑厚。整体风格呀，也会更加的成熟。作为一家春联，若晚上上场 M 站，起码要到10点以后。没关系，没关系啊，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写得太晚啊，同学们。老师还要强调一下，真的不要写得太晚，熬夜对身体不好啊。老师在大学的时候经常熬夜，真的太难受了。正好明天周六日啊，写一天没有关系。那这个下周一啊，就是我们年前最后的一节课了。那下周一呢，我们要上的是左右结构的字。好了，这个春联啊，我们就把它给写完了，哎，给它收起来。我们来看一下，那花灯万盏贺新春，是不是？上联儿加上联呢，我们这个还有一个横批呢，我们整体完完整整的一对春联儿啊，就把它给完整的写完了。那花灯万盏贺新春啊，横过来看吧，啊，横过来看，可以截下图啊，可以截下图。然后我们再把我们今天上课的一个课堂笔记啊，再来完整的截下图。我们这节课啊，就要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一大早写作业，好的。不着急啊，不着急，还没截图呢，先别晚啊，上山入水同学，先不要晚啊。来来来，我们截图了，先截这个点，4点底，哎呀，这一页全都是点点，
密密麻麻的，横过来解，四点底，然后是罩子，然后再是这个然字，哎，最后这一个然快要放不开了，那老师把它稍微折一下，放在这个罩子的下面。那这是我们四点底啊，四点底的一个。去紫金山看桃花，看花灯，真好。老师也想出去玩。好了，这是四点底。再来看一下这个木字底，这个木字底我们直接上手写的字，因为这个木字底呢比较简单，这个点的位置呢也是比较好找的。然后这是架，然后再是案。那这是这四张。主要桃花比梅好写，不要怕难啊！这个梅里面这个母，我们不是已经学过了吗？对不对？一定不要怕难啊，大胆的去书写。最后再是这个绞丝底，那绞丝底呢是四张纸，这个纸啊用了两张，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斜钩啊，它的一个弧线、一个弧度、角度的问题。好了，那我们就需要注意这一章，同学们还要不要截图呢？这一章就是需要这几个字呢，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啊，注意一些点。那最后啊，就是这个作业啊，还是要上传到 M 站。那周六周天呢，我们有两天的时间，那同学们一定要积极交作业啊，积极交作业。老师在这里催同学们了啊，一定要积极交作业。交上去之后呢，老师跟那个纳苏老师啊，就会给同学们及时点评的啊。好啦，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今天还有没有没学会的地方？今天没有答疑啊，突然想起来，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这节课可要到此结束喽。好，没有啊，老师等了一小会儿，还是那四个点，老师。这四个点其实不难啊，七公的同学其实不难，一会儿群里说吧。好的，没有，好的，那看来是都听懂了啊。那老师啊，就期待你们的作业了。那我们这节课啊就到此结束了，拜拜了，同学们，晚安，我们下周一再见啦，拜拜。